三二一，一命五名唱有四名。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三位老师，然后请老师们跟我们的观众一起合个影好不好，合影留念今天大年初一。有工作人员有没有手机，有没有上来拍？三二一，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三位老师，然后请老师们跟我们的观众一起合个影好不好，合影留念今天大年初一。有工作人员有没有手机，有没有上来拍？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讲得太好了，声音很亲切，声音很亲切很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对，因为谢谢谢谢谢谢你们。那么其实或者难忘的回忆，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讲得太好了，声音很亲切，声音很亲切很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对，谢谢谢谢谢谢。那么其实教学这个沪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难忘的回忆？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亲切很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对。因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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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对于我来说，他就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一样，他就像从那个画卷里浮现出来一样，他跟那个年代跟我们的氛围是那么的契合。对，谢谢谢谢陈老导演。另外我想问一下，一博，就是这一次我们有看到您在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上海方言，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上海话它难就难在它的很多发音部位是普通话里没有的。我们一博在这个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语言天赋。上海话讲得好吗？那么我知道一博在这个剧组里面其实是有一位您的上海话老师，也是您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王传君老师。那么在教学这个沪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难忘的回忆？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就是因为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是因为亲切和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因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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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哥。那么其实我前面也有看到一博今天是有潜伏在下面观看整个影片的，那您在看这个成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会不会想到拍摄时的一些场景？哦，因为是在第一排嘛，确实仰着头也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版本，然后今天在看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感觉，每一次看都像
第一次看一样的感受。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情景。对，谢谢，谢谢一博，谢谢你。另外那个，我你看，不好意思、啊，不是，我跟大家讲，这一般出现这种问题，肯定是师傅教的不好。对对对，师傅有的时候就是嘴一瓢，没有他确实天天听多了，可能也就是，哎，但其实真的说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已经。人家已经说名师出高徒，至少大家可以感受到一博用方言带给这个城市的真诚，以及给这个观影的这个感受，对不对？对。谢谢，谢谢王传君老师。哦，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版本，然后今天在看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之前没有看到的。感觉每一次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的感受，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情景。对，谢谢，谢谢，谢谢。困难在他的很多发音部位是普通话里没有的。我们一博在这个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语言天赋。上海话讲得好吗？那么我知道一博在这个剧组里面其实是有一位您的上海话老师，也是您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王传君老师。那么在教学这个沪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难忘的回忆？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是因为亲切和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因为谢谢，谢谢，谢谢一博哥。那么，其实我前面也有看到一博今天是有来吸引你扮演剧中的这个角色。对，你看大家都已经回答完了。演技好，帅。对于我来说，他就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一样，他就像从那个画卷里浮现出来一样，他跟那个年代跟我们的氛围是那么的契合。对，好，谢谢，谢谢陈老导演。另外我想问一下一博，就是这一次我们有看到您在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上海方言，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上海话它难就难在它的很多发音部位是普通话里没有的。我们一博在这个剧中说了大量的上海话，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语言天赋。上海话讲得好吗？那么我知道一博在这个剧组里面其实是有一位您的上海话老师，也是您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王传君老师。那么在教学这个沪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或者难忘的回忆？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就是因为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是因为亲切和可爱。哦，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因为谢谢，谢谢，谢谢一博哥。那么其实我前面也有看到一博今天是有潜伏在下面观看整个影片的，那您在看这个成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会不会想到拍摄时的一些场景？哦，因为是在第一排嘛，确实仰着头也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版本，然后今天在看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感觉每一次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的感受。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情景。对，谢谢，谢谢一博，谢谢你。另外那个，您刚才说的，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情景。对，谢谢，谢谢，谢谢你。另外那个王传君老师，我知道您是剧组里面的上海人之一，所以在
遇到您之前呢，我就有猜到您一定有担任上海话老师的这个身份。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您是上海人，但是您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以前的上海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寻找到过去的上海人的那一种身份感？因为说的话是差不多的，但是又要表现出。Having dreams, jumping on a trampoline, flipping in the air. I never land, just float there. As I'm looking up, suddenly the sky erupts. Flames alert the trees, spread to fallen leaves. Now they're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是因为亲切和可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对，谢谢。那么其实我其实在学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认真学，但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会笑，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哪里有好笑？你们是可爱吗？是不是很亲切？是因为亲切和可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是吗？对，因为谢谢一博哥。那么其实我前面也有看到一博今天是有潜伏在下面观看整个影片的，那您在看这个成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会不会想到拍摄时的一些场景？因为是在第一排嘛，确实仰着头也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版本，然后今天在看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感觉每一次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的感受。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每一场戏都能回想到当时拍摄的情景。对，谢谢你。另外，那个王川君。谢谢一博，谢谢导演，谢谢王传君老师，你们辛苦了，新年快乐，祝无名票房大卖。谢谢。再问